觉醒悟道，让你摆脱烦恼，是这样的啊。我给你的建议就是，就咱先别说这个传统武术跟这个道之间的这个，他们之间肯定有关系啊。就是我的建议就是不要硬往上捏，让它顺其自然。你像我刚才啊说的乱七八糟这些东西，刚才说的我们练拳呐、要怎么怎么地，其实呢这个就是在拳中的道，懂吗？哎，如果靠自己悟吧，你基本上是悟不出来的，哎，基本上是悟不出来的。所以说，我的建议可能说了，当这么多人面说了哈。你可能心里会不痛快，但是我该说还是要说，但我不能骗你，对不对啊？哎，还是要沉下心来，还是要沉下心来呢，就是心心静性。我练这个拳就是拳啊，我去研究道德经就是道德经啊。当然他们之间有关联，因为都是，哎，所谓的关联就是都是从古代来的。哎，这个我挺欣赏我师爷说的话的。我师爷就跟我说，那个八卦掌，对不对？八卦掌那就是八卦掌，它跟八卦没关系，对不对？乾坎艮震巽离坤兑，对吧？都跟那没关系。但是你要硬往上安呢，也可以，但是不要弄偏了，就是还是要练这些东西为主，哎，好吧，啊。